有我的吗？肯定没你的呀。你都没，对，我们是赢一把盖一个，赢一把盖一个。啊，这样呢？对，加盖保印。来，欢迎我老兵哥回家。通关文牒，哇，这通关就是不一样。弄得很正式的样子。可以开始了不？可以了。怎么玩？一二加上三四吗？稳输。好。稳碟。一二的吧，好吧。好。好的，好的。五分钟还是十分钟？好。听你们的。十分钟吧。十分钟吧。十分钟啊。行行行，都行，来吧。才九点半。发。然后真笑声，我笑声就这样，哈哈，怎么办？要不要玩雪条呀？雪条还有。不玩吧，什么玩雪条？不会玩、哦、感谢南克哥的支持。三个人票少的三个都可以站着或者是蹲着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可以。除了第一名，就是中途呗，都蹲下。嗯，不上台那个。来，水中也说。前一后三，是吧？啊，要不要你们说？我可以啊，提个建议，啊、因为可以没问题。蹲就蹲。那我们中途就是站在那儿蹲着。蹲着。对。闭麦吧，咱们要往前面走一走。来，闭麦，来吧，前一后三啊！感谢人生哥，谢谢人生哥，感谢。继续。小果然很像个小孩。嗯。谢谢大家的小心心占榜，谢谢大家。这一局我感觉有点希望啊，咱只要能够压过杜杜，我觉得就有希望。嗯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怎么还真蹲那儿了？感谢感谢感谢大家的小心心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感谢兄弟姐妹们小心心的助力。人多力量大，家人们能帮衬一下咱们小花小草，咱们帮帮忙往上顶一顶。还在蹲着，你也蹲吧，我也蹲着，我就露牙，我就露个帽子吧，家人们。感谢咱们上榜的所有的哥哥姐姐、兄弟姐妹们，蹲下，我已经蹲下了。我已经在这趴，我都准备趴下了。我，你信不信？我就趴给你们看，把妹打开，不打开妹了吧？打开妹太乱，打开妹，露个脑袋，露个帽子还不行吗？就露个帽子。兄弟们，帮衬帮衬，往上顶一顶啊！不行的话，一会儿就躺下了，开始躺脖了，把帽子放桌上就可以了。其实我是带着的，谢谢清风的支持，开心就好。欢迎哥哥姐姐们，欢迎刚刚来到的朋友。师傅估计能蹲到最后，就不能救救咱们？谢谢锋芒毕露，感谢锋芒毕露的支持，谢谢你，感谢锋芒毕露，感谢用户七二三，感谢。师傅起来，我也不能起来啊，人家俩都蹲那儿了，咋起来呢？河南话很搞笑，我也没说河南话，我说的是那个陕西话。三个娃子做梦呢。以后对，我准备个小马扎，家人们，我准备个小马扎。师傅蹲着好看。感谢家人们、兄弟姐妹们呢，咱们一起来帮衬帮衬啊。有点啥咱就整点啥呀，这是咱们算是正式第一把连麦，不算是今天的正式的第一把连麦。
准备个瓶子。一路平安，你太坏了，挺有生活经验的。上来吧，师傅。男子组第一名，咱别闹，家人们，别闹。哪都上来了，不是要蹲着吗？那两个怎么不蹲了？说话不算话呀。谢谢咱家幺幺幺幺，感谢幺的支持。不蹲了，都起来了。好，那咱就站着吧，家人们。不要这么实在，起来拉票吧。我也不要蹲了，是吗？谢谢，感谢。就从了吧，师傅。哎呀，谢谢兄弟姐妹们的支持，感谢大家。我准备换个音乐，这个音乐不适合咱们拉票，换一个适合咱们拉票的音乐。哥哥姐姐们，来，金蝉子的家人们，准备万箭齐发，不抛弃，不放弃，不到最后一刻，不知道谁会胜利。兄弟姐妹，咱们能帮衬点啥，咱就帮衬点啥，一起来加个油，人多才能够力量大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，感谢咱们七零后大叔的助力，感谢七零后大叔，谢谢咱们海棠的刨冰，感谢海棠，谢谢，感谢贵州唱歌人，贵州人唱山歌，谢谢，家人们给咱们榜页点点关注啊，这位好朋友估计也是主播。咱的关注先点一点，胜利正在向我们招手，但是这三个小娘子估计最后都会偷塔，应该都会偷得非常厉害。所以说大哥大姐们，如果能帮衬一下的话，咱们一起来，咱们就众筹热气球吧，能送个热气球的话咱们送个热气球，能送个礼花筒咱们送个礼花筒，只要盖过肚肚就可以。肚肚是17000了，老天爷，这不层层的往上涨了，怎么咱们家能不能众筹，咱们也往上顶一顶，家人们，哪怕是送一个小心心也是一份力量。金蝉子的家人们，华子，咱别华子了，咱就弄个热气球就行了。兄弟们姐妹们，哪怕是一个热气球，不是，哪怕是一个眼镜，谢谢大哥大姐们的支持，谢谢。能上榜的话咱们一起来上榜，咱们家的人是最多的。谢谢谢谢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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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锦通大哥，谢谢锦通，谢谢。好，最后的两分钟不能再低调下去了，家人们，兄弟姐妹们，谢谢麒麟哥的助力，谢谢麒麟哥，感谢咱们上山若水的比心师傅出奇迹。金蝉子的家人们，让我们一起来祈祷一下，哪位大哥大姐神仙姐姐神仙哥哥能够帮忙咱们解救一下。谢谢清风的千纸鹤，感谢清风，只要能够压过肚肚咱们就是胜利的，家人们。兄弟姐妹们，最后的一分多钟，还是要有大哥才行。不是，咱们还是那句话，玩的是一个娱乐的氛围，这个有奇迹的话更好，哪位大哥大姐路过了咱们帮衬一下，没有的话咱们就金蝉子的家人们咱们众筹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还有最后的50秒钟，众筹一下，家人们众筹一下，有热气球的话咱们整个热气球，有礼花筒咱们就整个礼花筒，哥哥姐姐们人多力量大，兄弟姐妹们一起来帮衬一下。还有最后的30秒钟，
最后30秒，谢谢哥哥姐姐们的支持。能整点啥咱们就整点啥，往上追一追，咱们弄个5000分也行啊，咱们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兄弟们姐妹们，还有十来秒钟，有点啥咱就整点啥，家人们。小花小草帮衬帮衬，往上顶一顶，感谢家人们的助力。谢谢谢谢，感谢上榜的兄弟姐妹们，谢谢大家。主要是可惜了，家人们，章盖不了了。感谢感谢，谢谢咱们上榜的所有的哥哥姐姐们给的画面，辛苦了家人们，辛苦了。谢谢咱们腰的支持，谢谢海棠，谢谢唐白虎，谢谢上山若水，谢谢清风，谢谢麒麟哥，谢谢锦通大哥，70后大叔，芝芝，锋芒毕露。感谢上榜的兄弟姐妹们，受累了哥哥姐姐们，辛苦大家。好，是的，麒麟哥说的太对了，那就16级了。哎呀，感谢雅静，谢谢雅静，感谢有备无忧哥，谢谢我们三哥，谢谢，谢谢魔咒，谢谢，就是我只要跟师傅，谢谢大奖，感谢，笑嗨起来了。啊，人生哥，我平时就是这么嗨的，人生哥。不是，我们刚才是说干啥来着？我咋忘记了？就是说谁赢了以后哥们来一个三雕八连。不对呀，哦，谁赢了谁撒娇吗？是第一名赢的，第一名撒娇，然后第二名，对，第一名撒娇，感谢普及哥，第二名学转圈，杜杜是做示范，然后第四名跟着一起学转圈。哦，我懂了，那意思就是撒娇，第三名教第二名转圈圈，哎，然后第四名鼓掌，对不对？第四名负责就是鼓掌加油，哇哦，好棒哦，继续转哟。来吧，咱们开始吧，就是这么讲的，就是一来吧，哇哦，这么棒，懂了。不是我打第一干啥呀？打第一那不是有画面吗？画面感十足吗？你打第一，你就让玉帝哥哥撒娇吧。对。对呀，好看啊，多好看，是不是？分儿又没有打到我们家，打到你家的是吧？就是，好看，我突然觉得唐老三、唐老四啊还可以。感谢满天哥，一二奖励三四。对呀，什么时候给一二奖励？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撒娇吧。来吧，你撒娇吧，这个谁撒娇？谁撒娇？你呀，那不是咱们说好了吗？一撒娇，二换行动哥，二不三娇，二转圈，四鼓掌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好，咱也不耍赖了啊，咱就是那个什么。杜杜，你转圈跑不掉了。杜杜，你负责转圈，然后我就负责，我负责唱歌，行不行？不是，我负责转。你就转圈，然后我来唱歌，什么？你唱歌我还心里舒服一点。你要光鼓掌，玉帝哥哥撒娇，撒娇跟杜杜配合不配合不了、啊？我还以为豆豆转圈，玉帝哥哥跟着转。阿哥，那能弄死？可以，就这样，小小就听你的，就听你的。下播了，下播了。来，行动哥灯牌。来来来。到底让我干啥？五妹，就是你跟着嘟嘟转。行，我跟他转，好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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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豁出去了。不要那啥了是吧？真的。
那来吧。大不了转完以后就下播。来，万天哥，放音乐，谢谢万天哥，谢阿香。转多长时间吧？凭借转圈已经把直播间转到一万人了，今天看看还能转到多少，来吧。阿杜啊，你昨天转圈真的一万人？啊，一万五。阿杜，你悠着点，转多少圈？赚多少圈？今天赚了五千圈嘛？不是，突然让我想起了小彩旗。现在赚多少圈？不用多，一百圈就行，很快的。好，一百圈的。就一百圈。感谢满红姐。给音乐，给音乐。佳辉，我跟你讲，他赚一百圈的时候，你就赚三十圈，然后过来撒个娇就完事了，不让你赚。好。来，一百圈，一百圈，雨林哥哥，走起来！哇，三十圈也很。因为你赚的肯定不必没他的快。咋了，玉哥定住了？没事，玉哥你慢慢转，我们眼睛都看肚子看直了。我感觉玉林哥哥他像那个七老八十的那种感觉。转不动了，服了。哇，太厉害了。我在想他转了他能定在那里还能找到方向不？太狠了。好像以前玩的八音盒。厉害不？哎，厉害不？厉害。差不多了。啊！他还知道方向。太牛了。还有人数着呢，肯定是有的，对不对？撒娇啊！让我不禁，我也想转两圈看看。我感觉这是真实存在的吗？可是现在我一转圈就上人，一转圈就上人，又上五百的，五六百的。那你不能一直转圈吧，在那儿。真的就一直在转啊，他们就自己开始。我知道了，你说转一百圈，你说。人家不认识你的人就说上面挂个牌子，一个华子一百圈。没有，太厉害了，咱们现在已经明码标价，人家肯定不相信。然后人家就过来尝试，对，一口气转了五千圈。我天，一个华子一千五百圈，欢迎各路。说我要是一个华子没转到一百圈，我给你两个华子。我退票。来吧，转不完直接退票。哎，对，开始表演吧，撒娇了，开始吧，来吧，好吧。华子一千五百圈，那我说一百圈还少了。山柿子哥，谁先开始啊？我们刚刚都干嘛了？不是演出吗？哦，对，我到我了。那我还唱个你吧。三毛，五妹，还有什么安排吗？你不有了，我唱个你。啊。从天而降，和你落在我的马背上，如雨的模样，清水的目光，一丝浅笑让我心发烫。Action， 就是这前面就是一段舞蹈，然后后面就开始唱。你从天而降的你落在我的马背上，如雨的模样，清水般的目光，一丝浅笑让我心发烫。你头也不回的你展开你一双翅膀，心意着
方向，方向就在前方，一丝叹息将我一生点亮。你在那万人中央感受那万丈荣光，看不见你的眼睛是否会藏着泪光，总不能忘，只等到漆黑夜晚，梦一回那曾经心爱的姑娘。谢谢。好，唱得挺好哈、啊，你不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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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错。哇，可以。你们先来，我后面来。好。嗯，阿杜来什么呀？我跟你打配合。好，那咱俩也来个你吧。这怎么跳？你可以跳吗？从天而降。可以，没问题。的你落在我的马背上，跳的怎么样？小孩刚刚给咱们来了个你，咱俩也来个你。他来了一个儿童版的，咱们俩来一个成人版的。感谢五元哥。哇哦，你这盔甲都是扔进去的、啊、量身定做的，穿盔甲你就得穿利索一点，他还直接扔进去的。嘚儿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你，从天而降的你落在我的马背上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成人版的你啊，刚才是儿童版的。这才是搭档可能。Yeah.
在前方，一声叹息将我一生变。你在那万人戏中的，妈呀，这才有天呐！卡了啊！太帅了！行，那我就来一首《还没爱够时速》。你也来一个你的。好。温柔版你。哦，妩媚版你。这个妩媚版的。感谢各位的辛苦的关注，感谢支持。来给人家妩媚伴舞，来喊起来。你说大雁南飞后和我一起走，我知道这是给我最大的迁就，两个城市分我就是打个，我们这个是手势舞，对，手势舞，没有什么才艺的。欢迎谢哥姐妹回来讲，然后四宫格它屏幕有点小，对。你看，哎，时间刚好，还两分钟十点了。是，应该再嘚瑟两分钟，要不然咱四个一起来个节目吧，好不好？咋来呀？就是咱们四个，我放个曲儿，咱们四个一起摇头，摇两分钟。我觉得我还是走吧。摇头，突然没人理他了。欢迎大家，感谢。好晕啊！甩一甩，把你的头发甩一甩，再把你头发甩一甩。怎么会打摇星呢？我们俩就这样，从来都是杜老三、杜唐老四。欢迎唱两个。
来，感谢关注。我们就走了，小小嘟嘟，还有没问题、啊，玉帝哥哥，我们好的，虎妹、嘟嘟、玉帝哥哥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虎妹，拜拜，小小，玩的开心，拜拜，玩的开心，玩的高兴，玩的开心，好，玉帝哥哥，感谢关注，走吧，加油啊！嗯，摇头是左右摇，不是上下摇吗？这样，这样。好嘞，小咖啡，谢谢小咖啡，感谢。好，好，再见。嗯，他没头发怎么？摸头。好，走了啊，走了。好，拜拜。好，加油，一路长虹，各位。哎，好嘞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玉帝哥哥。哎，好嘞。好。摇头不能治好颈。没盖章，盖不了，家人们，咱输了，赢了才能盖章，输了盖不了。师傅模仿一段校招密室，刚模仿完啊。八戒找你，刚模仿完校招啊。好好好，十点了，十点。这一只梦游月光做江风，十点了，整装待发，家人们，整装待发。严肃的自由，开始正式表演节目了啊！十点之前都是浅尝，接下来咱们就只有多尔衮没有孝庄。希望大家能够帮我找一个孝庄，咱们一起配合一下，好不好？玉儿的章没盖，盖不成，输了。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点关注，没有关注的话咱们点点关注。咱们准备要出发了，家人们。这一只梦游月光作江风为舟，所回到千秋。你们又想看小兔了吧？小红仙仙搞起来了。咱们去寻找一下下一位出场的重磅嘉宾，他到底是谁？刘文迪，就到隔壁呢。新朋友啊！哎呦，好久不见，怎么是新朋友啊？好呀，文迪老师啊。好久没见了，主要是我们很久没有连了。哎呀，是啊是啊，这一次一别，好家伙，好几个月了吧，应该有好几个月了，咋回事儿？你是不是一星别念了？文迪老师是消失不见了呢？最近怎么？我毛啊，我一直在呢，一直在。有的时候连你，你在跟别人 PK 当中，有的时候他那个列表他不显示。哦，这个推荐的少，推荐的少，估计是。对对对对对，就可能我们俩互相之间不够熟，你得跟我熟点儿。我熟啊，我熟啊，就上次连完以后，我们还，哎呀。还惦念着呢，说文迪老师唱歌好啊，这唱歌真好听，这不愧是专业的，专业的就是专业的。记错人了，我不是唱歌的，完了，好尴尬，我不是唱歌的。哦，对对对，是变魔术，他们说，哎呀，魔术变得特。我是演杂技的，演杂技的，大变活人的我是。啊，记错人了。要不说咱得经常这个数落一下，不然的话，你看我最近为什么变苍老了呢？为什么变老了呢？是因为很久没有看到您了。看到您之后，随便身上拉我一块，分我吃一口肉，我都不至于这个样子，不至于这么垮。
记错了，我以为是变魔术的纹的，不是，也不是杂演杂演杂技还是胸口碎大石、那个、就是演杂技的二胡，二胡，对对对对对，演杂技胸口碎大石那个，嗯、我这够吹笛子的，对，这可以吧？吹笛子就编了二胡，编的然后碎大石，我是这个的。文尼老师，你别闹，文尼老师，哎，别这样，家辉老师，好久不见，家辉老师。好，我终于知道文尼老师是干啥的了，拉二胡的。是啥干？干啥的呀？我就是想讨一杯羹，然后给我让我变得保养年轻一样。你看我无论什么时候连你，你都这么年轻。你看你皮肤那嫩的都能掐出水来了。知道我为啥这么年轻吗？为啥呀？取百家之长，吸百家之这个仙气。嗯。那我能吸点您的吗？能匀我点不？妈呀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？这是我的通关稳碟。里边应该没有我的吧？那当然了，文念老师。此时此刻，我就想向你索取一个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如果不小心败下阵来，能否为小僧加盖宝印？可以加盖宝印，但是要是说不小心你落在了我的手里边的话，任凭发落。任凭我发落是吗？嗯。你是真不怕我吃了你？别说吃了我了，你就随便折磨我。好，这是你说的，随便折磨你啊，这是你说的啊。嗯。行的，师傅，那我就随便折磨你喽。但是文念老师，我们有个小要求，行不？行，你说。就是如果你盖完，如果说我们赢了哈啊，嗯，就是加盖一个宝印，然后我们点个小曲儿，行吗？行，没问题。二胡曲。没问题。行不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二泉映月。啊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咱们一起来忆苦思甜。行，没问题。我给你扮演一个要饭的。行，没问题。好说。特效不能带，对，加盖宝印的时候不带特效，对，文迪老师不会带特效。行，没问题。这么好看的、嗯。不会的。嗯，不会的、嗯。好，那我们直接开始，还是再来一局？我干点啥？你要不说，我心里没底，害怕。不用害怕，我顶多就是让你表演表演舞女泪啊，让你对就是那个本宫，就是说稍微的是吧？我肯定不会太狠的，你放心好了。撒个娇啊。对呀，就是我都是很温柔的啦，你看我这种感觉就很温柔的啦、啊、舍不得那么重罚你，是的呀，是吧，是的呀，炸个雷呀，是吧、嗯、是的呀，舞女累的呀，哭一下的啦。哎，文迪老师，你也学会他们这一套了，好吧，就这吧，来吧，直接闭麦。闭麦，好。文迪老师可以，非常优秀，就是好久没有连了，所以说老友相聚分外热闹，所以今天咱们是否能够谢谢海棠，谢谢米子，是否能够得到刘文迪老师的宝印一枚？宝印一枚，大户型，那必须的。兄弟们，姐妹们，逆袭者，感谢您的眼镜。Leaderson and 老乡们，哥哥姐姐们，能整点啥咱就整点啥，小花小草帮衬帮衬，小眼镜帮忙飘一飘，谢谢哥哥姐姐们的支持，感谢大哥大姐们的助力，我来唠甜言，谢谢麒麟哥，感谢咱们东方明珠，麒麟哥扑腾一下跳下水，这个好看，这个礼物吓我一跳。哎呀，谢谢奇迹的支持，感谢奇迹，谢谢上山水，我去，这个礼物好看啊，就是看见他真想跳进水里去，浪漫泳池，谢谢你，谢谢他。500人，多少人，咱那什么家人们，人多人少，咱们家是气势不倒，谢谢琪琪的支持，琪琪，谢谢你的助力，谢谢琪琪。好好好，
暴雨是吗，米子？注意安全啊，注意安全。谢谢咱们快乐，快乐什么？快乐一生，谢谢你，快乐一生，感谢。洋气了是不是？我也感觉能洋气，家人们。金蝉子的家人们，咱们洋气洋气吧。今天晚上一个章也没有收集呢。谢谢咱们家德德，感谢德德的支持。谢谢大家啊！师傅收了他，我也想啊，家人们，今天没收到章呢，还有点难受。谢谢，机会来了，家人们，加成，家人们赶紧的加成。把咱们的加成卡过去，好，家人们，加成卡，漂亮，好，加成已经过去，咱们就等着加成卡，家人们，30秒钟过后，万箭齐发，不能轻敌啊，兄弟们，文迪老师他有实力啊，咱们不能轻敌，所以说，哥哥姐姐们。小心锁喉，对。感谢大家，加成卡有了，家人们，加成卡。现在咱们有加成卡，能加成点啥，咱就加成点啥，以防万一，家人们，以防万一。所以说，人多力量大，兄弟姐妹们，人多力量大。有点啥，咱就整点啥。谢谢麒麟哥的助力，谢谢麒麟哥。感谢麒麟哥帮忙加成，我老天爷，感谢你过来呀！希望，家人们，希望看到了希望。家人们，我怎么一说看到了希望，我想起来希望了，好久没有连希望了。谢谢上善若水，感谢，谢谢上善若水送来的大泳池。好看，感谢腰的千纸鹤，感谢兄弟们姐妹们，加成卡一起来加成一下，谢谢腰的支持，感谢腰。今天出了好多新特效是吗？浪漫泳池好看，万象烟花，爱在春天，都好看。希望也得稳跌，那是的。希望的这个宝印，那得盖一张，家人们，一张都盖不住。守住，兄弟们，金蝉子的家人们，这一局咱们要洋气一下了，哥哥姐姐们。兄弟们，姐妹们，别让他锁了喉给咱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已经到来了，家人们，感谢兄弟姐妹们的助力，胜利就在前方，顶住，能偷点啥咱就偷点啥，谢谢家人们，哎，洋气了，扬眉吐气了，感谢。谢谢咱上善若水的鼎力支持，谢谢麒麟哥的鼎力支持，谢谢妖，感谢咱们大唐公主琪琪，谢谢你过来呀，谢谢米子，谢谢海棠，谢谢德德，谢谢逆袭者，谢谢快乐一生，兄弟姐妹们，请受小僧一拜。又收获宝印一枚，哎呀，你看文迪老师，人家就是，你看文迪老师多配合，还专门抹点口红，必须的，我既然是输了，我就必须要那啥，其实你抹不抹都行，欢迎乌拉，因为主要是怎么
主要是那个什么气质在就行。怎么给宝印？就是我陛下能否加盖宝印？你捣鼓一点小词儿，你就是女王陛下。现在文丽老师，好，哥哥，既然你不想留下，那就让我为你加盖宝印吧。好，等一下，就配个歌。一路顺风。然后呢？然后我是多谢陛下，就加盖完成了，对。然后就亲一下，还是不亲啊？就不用亲是吧？就亲一下嘛。就这么亲一下。对对对，然后我拿过来以后，我再印到我的这个，就是我拿过来，我再印到我的这个通关吻碟上面。好的。对。好的。陛下，贫僧心意已决。不要再留我，陛下，就放我西去吧。哥哥，请陛下加盖宝印。哥哥，既然你这么不愿意留下，本王就放你西行。本王在此正式给哥哥加盖宝印，祝你去西天一路向西，平平安安。多谢陛下。多谢陛下。多谢，真香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哎，小插曲，小插曲，家人们啊、哦，小插曲，小插曲，小插曲，文迪老师给咱们加盖宝印了，小插曲，小插曲。我想看看，我以后我一定要看看我加盖的那个宝印是不是最好看的那一个。啊，那必须的，文迪老师。就马上就为您呈现，嗯，马上就有我的唇形就过去了，是吗？哎，对呀，这是高科技。以后在路上西行的时候，舍不得的时候，看一下我的唇印。那必须的，嗯，这玩意儿，这在一直的保存着，制作中，对，嗯。好，制作中，咱们等滋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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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它运出来。哎，这出来了。哥哥，啊，哥哥，这陛下着急，哎，文迪老师在这里。Let me have a look， 哥哥，哇，好漂亮啊，很有丰唇的感觉哦，上嘴就是一种嘟嘟唇的感觉哦。哎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陛下，你要永远记得哦，我的这个唇是最特别的唇。那必须的。嗯、好的。好啊，不是陛下了，哥哥啊，对，哥哥篡位了，篡位了。哎呀，那咱就开始表演吧，陛下，好不好？想让陛下是怎么着？是跳支舞是吗？陛下，你怎么着都行，你最擅长的是什么？那我这样吧，既然就我其实什么都擅长，我其实什么都擅长、哦、啊。不是二胡。然后呢，就是你没听过我拉二胡是吧？没有啊。那我拉一小段好不好？我就拉一小段，然后送给我们两边直播间的所有的陛下家的还有我家的家人们，好不好？好好好好，文迪老师真好，二胡来了。是二泉映月吗？二泉映月有点太凄惨了，你想听二泉映月啊？我就想让我过得惨一点。你不想听欢快的是吗？我想拉个欢快的呢。拉欢快的也行，反正你要弄个欢快的话，你看一下你喜不喜欢。我就给你弄个离家的孩子那种。行，可以，正好咱俩形成一个对比，好不好？嗯、形成一个对比啊，来。离家的孩子，流浪在外面。这个好啊，这个。哥哥，嗯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陛下。准备让我怎么配合你？是赛马吗？我用不用骑上马配合你撩一圈？行，你想骑就骑。行，好的，陛下。你要是愿意静静的欣赏，就静静的欣赏，随哥哥。好好好好，真好，开始吧，赛马。
好听吗，哥哥？好听，好听，好听。还有不？就是因为吧，你下次我想就是想听全的，比如二泉映月啊，我十点前连你，十点后呢，我怕拉太大声扰民，你知道，我刚是冒着风险拉这一段的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我怕楼下投诉我，因为二胡吧，就这种声音它比较尖，穿透力比较强。穿透力确实够强，这个声音。对，所以呢，我就今天少展示一段，咱们呢改天十点前呢，我给你，如果说啊，我又不信又给败北了的话，我就给你来个二泉映月。行。就你拉的时候，我就感觉我脚下都麻，是不是传过来的？就是我的这个心电的这个声音给传过去了。对，就是你拉的时候就过去了，我的脚下都感觉共振了，就麻开始。哥哥，你喜欢就好，就当是陛下为你送行的一首曲了。好好好好，行，那我也得整一个呀，陛下。可以啊，哥哥。哎呀，陛下都给咱整了，咱也得回陛下一个。陛下是个好人呐，陛下都给咱们加盖宝印了。哎呀，陛下呀，我给你整个啥呢？陛下，我给你唱个女儿情吧，临走之前。哎呦，那我跳一个吧，你既然唱了，我就想伴着你跳一下。那咱俩配合一下，那太好了。对，好，咱们配合一下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配合一下。配一个。配完以后没有危险吧？不用负责吧？放心，我不需要你负责任。那就行。陛下，哥哥，就让我和你共舞这曲。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，悄悄问声送女儿美不美，女儿儿美不美，说什么黄泉哥哥，陛下跳完以后，谢谢我们点哥，谢谢如果哥。陛下，就你跳完以后，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呢？什么感觉？就是说跳完以后，我就感觉我不是进了女儿国，而是进了百乐门。舍不得走了是吧？不应该让我给你通关文牒。你说你要留下来，咱们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是每天吟诗作赋，多开心啊！我一看这家伙这跳的小舞蹈怎么跟百乐门里面的那个差不多，这个，嗯，对，我今天刚开始还给大家跳百乐门的舞蹈呢。哦，那百乐门里面的舞蹈应该是那恰恰的那种类型的，应该是啊，就是那种爱情不过是一种，是吧？哎呀，谢谢，感谢文迪，谢谢哥哥文迪陛下的精彩表演，那我就走了。谢谢哥哥的表演，好的，改天我们再见喽。行，续起来，续起来，没事的话咱就连练。好，好的，去吧。恭送陛下回宫，再见。退下。好的，陛下。经过咱们不懈的努力，家人们，今天的第一张第一个宝印，第一枚宝印终于被咱们拿下，得力于咱们麒麟哥、上山热水哥、琪琪妹妹，还有咱们此时此刻海棠依旧
唐伯虎点秋点蚊香，这名字好啊，才第一个呀，是啊，这是高端上档次的酒，好看就好，家人们啊，好看。有时候这个东西就需要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小火花。口红擦得太干净了。人间熙熙攘攘又何妨，只是轻叹无他在身旁。上善若水妹妹，我是女士，多谢上善若水妹妹的支持，多谢麒麟哥哥的支持，好，太厉害了，家人们。欢总留在最后，对，欢总拿不到，他拿不到那是昨天的事情，前天的事情了，那已经是过去时了，今天晚上必须拿到。你认识猪八戒吗？他也是西游记里的，我不太熟悉猪八戒是谁啊，不太熟悉这个人。是否还可以出去再联络联络去？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应该去哪里去寻找寻找？百乐门唱的什么歌？我也不太清楚啊。我仿佛看到了温暖在，咱们连连人家温暖。哎呀。玉帝哥哥晚上好。这今天这情侣装啊还行了啦。哎呀呀呀，你别控制鸡鸡哥，控制鸡鸡哥。谢谢，感谢我水产强哥，谢谢。哎，停，收敛一点吧，家人。算了，先别拖了这一下，就先别拖了，等会儿再拖吧。哎，佳辉哥，你这件白色的大褂真的是百搭，就是就我发现啊，人那个古人们有一句话叫“要想俏，一身孝”，一身孝就是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。哎，你就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啊，就是就连一个光头一个出家人显得都那么的精神，就那么的干净，就那么的有气质。欠揍。好，咱是咱俩玩耍一把呢，还是咱们再找个人呢？我觉得四个人都有意思。那你看呢，就是关键是四个人的就比较麻烦一些。咱俩连起来以后就好找下一个了。行，那我就连你，或者你来连我，好不好？咱俩先连。就是你这个宝印到现在也没。这个宝印到现在为止，我还都一直稳。哎呦，哎呦呦呦！哎呀，这又一天不见，又出来这么多的吻痕呢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尽欢那个吻没吻上？
今天晚上就是见证奇迹的，不是见证他是如何求着我给我加盖宝印的时候。其实本来我想最后的时候连清文的时候你做一个见证人的，但是我已经按耐不住对你这种加盖宝印的冲动了，我是连了。那也未必啊，万一要是我没有盖上，他们说温暖要是给你盖上宝印，你这个册子就值钱了，就有珍藏价值了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温暖是最好看的一个，所以说他的宝印也是最难得的一个。我说是真的吗？家人们是异口同声的说对，假的。你看不看到？哎，一说谎话啊，看雷声出来了啊。那不可能，那不可能。我说的都是对面昨天说了一天。OK， 打雷了。你看他们都说对，是不是对？是吧，家人们？是，我说为什么非得说是温暖的宝印是最值钱的、最珍、值得我珍藏的呢？他们说，因为温暖的气质是最好，长得是最好，穿的是最好，啊，皮肤是最好，反正对哪儿哪儿都好。我说哦，不能是这样，好。哎呀，这给我夸的，我感觉我这此时此刻我反正不管怎么说啊，你们信不信不重要，我信了，我跟你说我信了。你就骗自己也好，是不是？你也得相信。对对对对，我就骗自己，我信了，我信了。对，是的，是的，好，那我们互相找一下啊、哦。你找我啊，咱俩先连起来麦。好。好嘞，好嘞。但是咱们得说好听的给人家，这样的话人家才高兴，是不是？你甭管真的假的，信不与不信，说好听的，人家姑娘就开心，就跟咱玩儿。啊、嗯，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这伸手不打笑脸人吗？是吧？哎，你这见了好，见了姑娘你就都得夸，就得夸人家。就是咱们，其实咱们是，甭管是编的也好，真心话也好，假话也好，就必须得夸，都夸人家。这个有人截胡啊，不能接啊，这个截胡的。我们这是真的，对，咱们刚刚说的也是真的，咱也没有骗人，对不对？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都句句属实，句句属实，没有骗人。太气人了，就是不给推荐，你说说。就没有推荐列表里就没有，这光头演的好，光演的好吗？太气人了，家人们。哎呀，找不着，就是这么气人。哇，金环刚开始找他去，别闹。点更新就会换一批人，我点更新了，还是这几个人啊，还是这几个人。就给咱们配的啊，就这晃来晃去就这几个人，晃来晃去就这几个人。佳慧哥，我那个连线的时候我能看到你，但是我一连你就是拒绝的，一连你就是拒绝的，这是什么情况呢？一连就拒绝啊，一连就显示啪，就显示拒绝。
哎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之前你看我连你的时候是咱俩是连上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家伙哥是好人，必须好人。有连上了，有连上了。对，有连上的时候，那为什么我这次我只要连你的时候，完了就显示拒绝？我连续连了四五把，他都是我这个小号在这看着你呢。然后呢，我连之后完了，你那边就拒绝，连那边就拒绝、哎，肯定你没点，但是为什么他会这么显示呢？不太清楚，我反正我找你都找不着，反正是，嗯，那个推荐列表里是没有你。我推荐列表里有你啊，有你我就那我关了，我再开一下呢。我把这个就那个允许别人连麦那个关一下，再开一下，看再试。行，你试试，好吧？好，好嘞，嗯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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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开完了呀，可以直接连了，家人们。就是还是没有。光头张卫健不行，佳慧哥，佳慧哥不行不行，就是我连你就是拒绝，连你就是拒绝，要不然咱俩打、哦、行，或者啊都行，嗯，哥师傅醉了，我哎不能耽误，不能耽误师傅了，来咱俩来一局吧。我没事儿，我就哎等一下啊。啊，上一次你看我那么轻轻松松的就连上了，真是很神奇。是啊，这是太神奇了，这个，嗯，这个，哎，这是跟曲线取经是九九八十一难。来，咱俩这把就来稳叠的，咱俩这把就来稳叠的，通关稳叠，然后再加一个什么样的标？加个什么？那你也得给我们表演个节目啊，再。好。嗯，如果我要是输了的情况下啊，我给你，你想让我配合你来点啥？你就来一个，那表演再说吧，诗词也 行，朗诵也行。实在不行，我给你来一个那个我的新创作的段子，家长里短节目。好，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嗯。盖章那是必须盖的，家人们，盖章那是必须要盖。那也未必，就想得到稳、哎、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这撒撒谁了？对，必须。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夜。闭麦。闭麦。来。时间也太短了吧，这三分来钟啊。兄弟们姐妹们，咱们就三分来钟吧，咱们也别重连了，耽误了半天了，家人们，咱们有点啥咱就冲点啥，反正就是拿到咱们温暖姑娘的这个吻蝶，不是这个宝印，这个宝印不重来了，白菜一家人不来了，不重来了，咱就现在就开始，时间还是来得及的，家人们，时间还是来得及的。谢谢麒麟哥拿下温暖同志的宝印以后，咱们再找下一个，哎，下一个咱们再去找。谢谢琪琪的支持，感谢琪琪，谢谢琪琪，谢谢。
感谢琪琪，谢谢咱们无名哥，感谢无名哥的助力，谢谢无名哥。这个不好盖，努力呗，是不是？一切随缘。对，像我们这位名字朋友的名字一样，谢谢阿 Q， 一切随缘，一切随缘，家人们，努力过，咱们就不后悔。所以说，北伟哥不在是吧？机会来了，兄弟们，北伟哥不在，北伟哥不在，兄弟们，机会来了，哥哥姐姐们，咱们一起来帮衬帮衬，有点啥咱就整点啥，小花小草，咱们助力助力，一起来往上，咱们顾到点啥，家人们。谢谢兄弟姐妹们的支持，有希望，最后的一分钟，最后一分钟，通关文联拿下，齐心协力，家人们，有眼镜咱整个眼镜，有礼花筒整个礼花筒，谢谢逆袭者的支持，感谢，感谢咱们唐宇机电的支持，谢谢唐宇机电，谢谢。感谢清风，谢谢清风的助力，谢谢你清风，谢谢。感谢琪琪，时间不多了，兄弟们，对面已经压上来了，师傅好激动，那必须的，兄弟们还有30秒钟，是否可以成功拿下温暖？这是我们那个美好期许。谢谢咱们团团圆圆，感谢团团圆圆的支持，谢谢你，感谢团团圆圆。能不能偷塔一下，哥哥姐姐们偷塔？谢谢上榜的家人们，感谢历程哥，谢谢，感谢唐宇机电，谢谢。主肥的鸭子飞了，家人们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咱们阿 Q， 谢谢麒麟哥，谢谢奇趣，一切随缘，团团圆圆，悟历程哥逆袭，还有无名哥，还有清风，兄弟们姐妹们，感谢家人们的助力，谢谢你们。佳慧是好人，哎，我跟你这么跟你说吧，佳慧哥哥确实确实，我也喜欢他，我也喜欢他。哎呀，这个有点可惜，没事儿，越挫越勇，兄弟们，越挫越勇。佳慧哥刚才我还跟我家人说，我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东西是最难得的，一个就是没得到，一个就是已失去。没得到和已失去才会让人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就是我要让那个玉帝哥哥在所有众多的美女当中，就只对温暖永远是念念不忘。就你这个美啊，不对，就是那种求不得放不下。哎，对了，你看看，懂我，你懂我，对，就要这种感觉。哎，太难了。就是想得到，我在你这都已经有两苦，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怨憎会苦、爱别离苦、求不得苦、放不下苦，两苦都到你这儿了。你看，只有这样的时候，你才觉得我的吻比较值钱，嗯、比较难得。哎，欢迎苏等等，表演咱们的节目吧。好，你让我你争取你什么时候赢了我，我把这个吻给你留去。我说了，今天啊，就是坚决不能让玉帝哥哥通了温暖这一关，就让他憋在那儿，就这个西行的路上就走不了，就走不了。我就说嘛，强扭的瓜才甜。
就是甜不甜不重要，我就喜欢扭这个瓜。嗯、对，那必须的。嗯、好，那你让俺整点啥节目？嗯，那个你就随便表演呗，你就随便表演呗。那行，那咋能随便表演？那必须得来一个正儿八经的。哎，你这样式的呗，你这样式的、嗯、那个玉帝哥哥。嗯，我呢，我给大家表演一个，就是我的原创作品，一个家长里短的一个抖音秀浪播节目、啊。通过我这个节目，然后你看看你表演个啥？那你的这家长里短是吗？对，家长里短的节目。嗯，是不？哦，我当中那个对，就是有一些内容。你看我通过这些内容，你可以自己自由发挥，好不好？ 好，明白了。好，来吧。好，可以来。嗯，你感受一下啊，感受一下啊，这大伙儿家人们，这是大伙儿，这不得了了，这个节目，看节目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家长里短节目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温暖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被父母催婚的时候，要说这个事儿啊，我还是挺有发言权的。还记得过节回家的时候，我妈给我买了一箱王老吉让我喝，我说我又不上火，我买这玩意儿干啥呢？我妈说了，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没有对象，能不上火吗？我瞅你我都上火。接着老妈又说，哦对了，出门你一定要记得戴口罩啊。我就不解的问，我说为啥呀？我妈接着说，都这么大了没有对象，要是我都没有脸见人了。那个时候求我的心理阴影面积。除了催婚让人头疼之外，现在歌曲串烧也很让人烧脑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，前几年有一个网络流行的歌曲叫做伤不起。这歌啊是这么唱的，伤不起，真的伤不起，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到昏天黑地。但是如果要把伤不起和西游记结合到一起，那就又不一样了，绝对是绝配，给大家演唱一下。伤不起，真的伤不起，拖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，良心有木有，你的良心够叼走，一走就是几万里。再来说说童话故事，那真的是贯穿了我们整个童年无邪的生活。但是如果童话故事当中对话是这样的，你还愿意看这样的童话吗？大灰狼说，小红帽快开门。小红帽说，你是谁呀？大灰狼说，我是你的姥姥。小红帽说，你是我的姥姥？呵呵，开玩笑，我还是你大爷呢。好了，今天的家长里短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OK，家长里短，明白了。你这逼我扮一个农村妇女，这是？哎呀，我去！这怎么这个围巾还是就选了这么一个颜色呢？哼，家长里短，那庄都有这样的人，三五个妇女做一群，啊，拉拉东，拉拉西，谁家了毛来，谁拉了鸡。大事小事都知道，他一边说他一边笑，东家长西家短，谁家的媳妇不刷碗，谁家挣了多少钱，谁家出事就要完，谁家儿子离了婚，你先吃萝卜单操心，管了宽问了多，喜欢扎堆儿一窝一窝，人家说你来凑，你张个破嘴你说不够。哎呦我去，弟弟哥哥你这啥都行啊，你啊张口就来活啊，就是没有你没有你不行的呀。家长里短，家长里短，你这个时候啊，你这个时候你要是在椅子门口再嗑点瓜子儿，呸，然后叫个笑话更好。对，你长这样的，就是嗑完了之后你长这，对，你俩有这个过程。哎，对，行，以后我以后我就这样演。嗯，好，嗯，太像样了，太像样了，家长里短，太有才了，啥都能配，你说这玩意儿，对，哎，就是玉帝哥哥就是抖音平台就最百搭的男人，啥都跟人家打架。
啥都可以，最百搭的男人。就没啥事，一感觉到 PK 比较尴尬的时候，你就找玉帝哥哥，绝对。对，不是每一个玉帝都可以称为哥哥。对，佳辉哥哥，你值得拥有。哎呦，哎呦，好了，老天爷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，百搭辉嘛。嗯。好的，佳辉哥，那我不打扰你了。行，我们下回再连。如果能把你拉上来，你就给见证一下啊，见证一下那个。没问题，那个、没问题。阿欢，好吧。家人们，咱给对面点关注，给对面点关注啊、哦，给人家这个温暖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好，非常感谢。那我先走了，好，好，期待再聚，好，好嘞，好嘞，好，期待你一会儿见证啊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哎哎哎哎，好。说的是，得找着嗑瓜子儿的感觉。哎呀。百大辉目测要火，北伟哥在浪，好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王婆，兄弟们、姐妹们，今天晚上好像有点出师不利，咱们才要了一个宝印，好像没有师傅不会的。没有没有，乐器不会。其实啊，我觉得家人们，我觉得是什么呢，就有好的东西啊，咱们就攒住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它都能用上了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，家人们？就比如说，就是说刚刚就这个温暖说来一个家长里短的表演，然后我突然想起我那一天刷抖音看到一段词，人家说的挺好玩，我就给它抄下来了，抄下来以后一直没有用，一直不知道用在哪里，谁知道今天用在温暖身上了。你说这都是说一定要时刻准备着，多准备一些东西，总有它用到的时候。可能是以前用不着，哎，未雨绸缪，但是某一个场合它就都能用上。嗯，挺好挺好挺好，温暖没盖章，盖不了，咱输了，家人们，咱输了。嗯，做个有心人，对，做个有心人。嗯，欢迎国强哥，谢谢白菜一家人，把希望的印章也行，那是那是。嗯，多连大哥的小主，行行行行，乡村里的段子，对对对，但是还不熟，因为咱们这个也没有经常说，这第一次拿出来用，好，还有点卡壳。好，继续寻找。我就纳闷了，这抖音给推荐这些，哎呀，家人们，咱也不知道咋的，这抖音是什么算法，就给咱们推荐这些关注列表里，就哎，只是轻叹无他在身旁，醉舞花间月光，孤影照成双，寒夜浮霜，谁可与我饮独康，纵横就给推荐这几个人的，你是多气人。他想庭院空留桃花香，愿与他万里山河，一生两共赏，独望天涯明月，醉念空窗，当时故
希望找不着。天下风云，江湖踏苍浪，天地苍茫，烈马长刀战八荒，人间熙熙攘攘，又何妨？只有改变。咋的了，辉哥？哼。刚刚说那话，我这张你永远要不走。你找我，我永远都是接的。我找你，你都打完了，跟别的女的打完了，然后还接我的麦，哼，算你有良心。那我是出于礼貌，你知道不？我必须要接你的麦。嗯。你连过来了，我要是连接都不接，是不是？那不太礼貌。嗯，那我看在你这么主动连我的份上，我就原谅你了吧。谢谢。刚刚好几个人连我，我都拒了。我说不行，我必须得找一下文文。你问我们家人。我说接了一个，我说不行，我有点事儿，待会儿再回来找你。又接一个，我说不行，我等会儿，我得出去。嗯。我就这么执着。你找我干啥？想玩啥？流年染指悲伤。好面子。找你盖章啊。输了你要跳小野猫吗？可以啊。真的？没有，我不会的。嗯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我跟你说，玉帝哥哥就是厉害，我跟你说啥都会。哦，是别人把他拒绝了啊。你们家人过来说的是别人把你拒绝了。叛徒。回来。那我输了，你要怎么奖励我？奖励你可以盖个宝印啊，通关稳定。那不可能，我不会输的。你要如果说盖这个的话，我肯定不能输。不是啊，那你看看，就是看看能不能给盖上呗，就是意思。我不给你盖，我就不。我天哪，你弄了这么多女的亲吻啊！你这太过分了。不，这是宝贝，知道不？不是，那我输了，怎么给你盖呢？这是个问题。就是赢一把，让人家盖一个，很简单，就是哥哥，既然你不留下，那我就为你加盖个宝印吧。我这边我就一揪，我从屏幕上往这边一揪，我就多谢陛下。陛下的大红嘴唇子可性感了，那个哥哥姐们，咱们绝对不能输，咱不能，你是不是纹唇线了，咱不能让他，陛下，我从你这个唇印这个纹路上面看，你此生有点缺男人，那个挺有福气啊。9981呢？来吧，那开始吧。你输了跳小野猫，我输了给你盖唇印，就这个意思呗。痒不行吗？痒那你得跳完大半首才行。那肯定是大半首啊。嗯，那行，那开始。对呀、啊，你重新连一下。你不能光跳一个，不是光给盖个宝印呢，还得赠送一首歌啊。行，你可以。嗯，兄弟们，文文老师的宝印一定要过来。文文老师老厉害了。开始，快点，你重新发一下。他一般不给别人。我从来不给别人送亲吻。对，那不叫，那是宝印。你换一种理解方式，啊、那叫宝印。那就看我们家哥哥姐们让不让我给你送这个宝印了。我觉得有点难，闭麦了啊！血条上见真章。小样儿，还想让我？他会撒娇扒脸，好，没问题。嗯，国强哥好，谢谢。欢迎东哥回家，欢迎东哥。这个不好拿呀，这个厉害呀，这个文文老厉害呀。谢谢您的雨伞，谢谢我冯哥，我冯哥出手了，家人们，我冯哥出手了，感谢兄弟姐妹们。谢谢咱们唐雨机电，谢谢心境无忧，兄弟们祈祷一下。众上仙是否能够帮衬一下上仙们？
多谢，多谢，兄弟们，姐妹们，一起来给力吧，兄弟们！今天欢迎我库里南大哥，欢迎我哥回家。加油加油加加油，兄弟姐妹们，我们一起来加油，大哥大姐一出手就知咱们有没有，兄弟姐妹们来来助力，咱们一起来，谢谢我哥加成卡，家人们完成加成卡，完成加成卡，兄弟姐妹们谢谢谢谢，感谢上善若水妹妹加成卡，加成卡不着急，家人们不着急，咱们就等加成卡。好，加成卡已经通过，加成卡已经通过，我来唠田野，这太豪横了，谢谢库里南大哥，感谢阿 Q， 谢谢上善若水，咱们再等十来秒钟，加成卡已经通过，太给力了家人们，太给力了，对面加成卡没有完成，对面加成卡完成不了，对面的加成卡完成不了，兄弟们，好好好好，不着急，上善若水加成开启，兄弟姐妹们加成正式开启，此时此刻我们有加成打在加成上，这样的话会节省子弹，谢谢咱们雾的支持，全部打在加成上，谢谢库里南大哥帮忙加成，感谢库里南大哥帮忙加成，谢谢，感谢兄弟姐妹们帮忙加成，感谢兄弟姐妹们的助力，兄弟们姐妹们 Ladies and 老乡亲们，这一局有希望了，感谢库里南大哥，感谢我哥，谢谢阿 Q 哥，谢谢上善若水，谢谢征途，谢谢心境无忧，兄弟们有点啥咱就整点啥，谢谢咱们琪琪的支持，感谢，加成卡快消失了，兄弟们再努力一下，咱们还是有希望的，谢谢历程大哥，谢谢国强哥，感谢感谢感谢，我来唠田野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心境无忧，谢谢唐雨机电，感谢家人们，加成加成加成已经追了上去，哇，好漂亮漂亮漂亮，感谢库里南大哥，谢谢我哥的支持，对面好，谢谢冯哥，感谢冯哥的助力，谢谢阿 Q， 谢谢阿 Q， 加成了3800分，家人们厉害了，兄弟们厉害了，还有40秒钟，还有40秒钟，咱们更胜一筹，所以说最后一下一定要守一下，最后一下一定要守一下，万一他们偷咱们的，家人们，我去，他们家守护17级，在萍水相逢，能守点啥咱就守点啥，家人们人多力量大，能守点啥咱就守点啥，一起来帮衬一下，家人们一起来帮衬一下，谢谢大哥大姐们的助力，还有10秒钟，兄弟们还有10秒钟，一起守塔，哥哥姐姐们一起守塔，兄弟们兄弟们，谢谢谢，感谢咱们 WW， 感谢您，谢谢谢谢 WW， 谢谢兄弟们，奇迹奇迹奇迹就在前方，感谢兄弟姐妹们的助力，谢谢家人们，哎，谢谢 WW， 谢谢，差一点差一点就差一点点，谢谢家人们，太给力了，感谢阿 Q， 谢谢咱们库里南大哥，谢谢冯哥，谢谢上善若水，谢谢妹妹，谢谢心境无忧，谢谢奇迹妹妹， WW 征途唐雨机电还有雾，以及上榜的所有的大哥大姐们辛苦了，家人们差一个窜天猴，辛苦了家人们，请受小僧一拜，感谢众上仙的助力，辛苦家人们，
气势，家人们。玉帝哥哥，玉帝哥哥，陛下，不想盖章也不用这么狠吧？我们要看刺脑。兄弟们，没事儿，越凑越远。刺脑就刺脑。玉帝哥哥，玉帝哥哥特别可爱。呀，你又穿上这件袍子了。来，再换一个。不不不，这个特别好，来吧。大家可以给玉帝哥哥录个屏，他这个舞蹈我跟你讲，一般人学不了。主要是小眼神，舞蹈动作可以忽略，主要是眼神。嗯，主要是看眼神。家人们，我要跳舞了，你们要挺住。哪里如果有得罪之处，请大家闭眼睛。嗯，有心脏病、高血压的可以先躲一躲啊。对，咱们稳，欢迎老姐姐。文只能在咱们家，不能送给别人。他是悠悠一抹斜阳，我想我想有谁懂得欣赏他，又来来一片云中，只等只等有人与之共享，断月掌多，想有谁懂得吟唱它，有漫漫一抹柔光，只等只等有人为之绽放。姐姐们，谁懂得欣赏他，又来来一片云中，只等只等有人与之共享，他是绵绵一段乐章多，想有谁懂得吟唱他，又漫漫一抹柔光，只等只等有人为之绽放。脱了什么意思？大晚上的，不是痒嘛？搁那痒的实在受不了了，在藏墙上穿的衣服不好蹭。哦哦，他们说了，他们说问你在里边鼓捣啥呢？好呀呢，就他就这两秒钟，他能鼓捣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师傅呀，你这个
稍微有点造作呀，我跟你讲，我的这个我们直播间的姐姐都被你吓跑了，是不是去你直播间了？哎，我也不知道我跑哪去，反正我这一个舞蹈下来干到1800人了，快！哇塞，你们真的太帅了！你们应该过来给我点点关注，不要光看师傅、啊。给文文老师点点关注，文文老师，你弄个杀伤力大一点的节目，你看全过去。怎么就2秒了？什么意思？想不想就是没就是没看过瘾呗？师傅跳的太短了，是不是啊？师傅，那我给你唱一段《女儿情》啊。哎，换过来。那就《风筝误》吧。好，《风筝误》好。家人们，把我自己笑坏了，刚才自己在那帘子后面。不是你在里边去笑场了，是不是？帘子在那晃半天。哎，真的，我跟你说，舞蹈主播的时候，就是后面一定要弄个帘子。我是家里局限性太小，不然我也想搞个帘儿，挺好，挺美。不是，只有我利用帘子利用的好。那倒是，一般人不能用。来，风筝误唱一段送给大家。家人们，咱去对面弄一波666，咱们给文文老师加个油。来对面看看美女吧。咱都去对面捧个场，家人们，给文文老师走一波666。梨花树下卷丝纶，随风纷纷，谁采木雀一缕魂，落别村，风影无形惊扰了对棋人，怕离合时怕春雨成盆，欲知蓝风风不住千沙黄昏，舟上摇波波不停独影重温，听前人从过马醉几分，一抹潇潇吹梦成真。风筝误，误了梨花花又开，风筝误，误了金蝉雪里埋，风筝误，误满相思挂苍苔，听雨声数尽伤，风回来。感谢我王哥，谢谢我们 AL 姐姐，谢谢你们送的蜜扇，也谢谢我们这个我们玉帝哥哥家所有的哥哥姐们，谢谢你们的祝福，辛苦了。好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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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好真好。哎呀，这个吴老师唱歌就是细腻。没有，玉帝哥哥你才辛苦了呢。哎，好听好听。今天晚上见完我是不是觉得心情很愉悦？哎，很开心，豁然开朗了许多。刚刚我都郁闷了。那我今天晚上、那我今天晚上是不是你见的最好看的主播？那还说啥呢？就是刚刚我不是说了吗？好几个连我都拒了，我就找你。然后他们我说家人们我找谁啊？他们说果果呀，不是糖果文文啊。啊，我不叫果果，叫文文。啊，果果文文，那不是你有一个果吗？他们。我说是不是叫糖果文文，你们别搞错了，不是果果是文文吧。啊，他们说我们记就说错了，打错字了。我说我们说的意思就是糖果文文，赶紧去找。我说好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师傅有理了呢，谢谢你夸我。哎，那不能，老天爷我又说假话了，你们原谅我吗？你太坏了，让你夸我一句最后还来一句，你能不能等我走了你再说。不是，我这人憋不住事儿，心里藏不住事儿。行吧，没办法，谁让你是抖音里最帅的和尚呢？虽然你是一个花和尚。别闹，我是儒雅之人。好，你儒吗？雅吗？雅，怕打雷，对。嗯，打来疲劳自己。好的，那个，陛下，我就走了。明天我再讨印章啊！明天我再回家继续刺脑啊！啊，好，明天我还继续讨印章的啊！我走了。好的，陛下，再见，玉帝哥哥。好。哎，好嘞，拜拜，玉帝哥哥。哎。
哎呀，心里藏不住事儿，家人们。把我笑坏了，家人们，自己都想笑，想想都开心，家人们，想想都开心，把我乐坏了。刚刚那个舞蹈。女菩萨、啊、你看到我为什么要说来了个大活？哎，多日不见，没想到在你心里我还有一丝丝的位置。天哪，你可知我为了你做了多少事情？哦，那你不知道我私底下为你做了很多事情。那为何几日看不到姑娘？因为你都流连于那些女色当中，我还有什么位置呢？我才是没有位置的那个人。女菩萨，不，陛下，你不要这样讲，他们都是浮云，都是云烟。请您可以知道。嗯。那我是？你是？踏踏实实的一吨肉。不，你是加湿器。嗯。啊？这是为何？把我比作加湿器是为何？一缕烟。加湿器它喷烟啊，嗯，所以说我还是一缕青烟罢了。哎哎，不，那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。烟和烟不一样，他们是烧柴火的烟，你是加湿器里的烟。嗯，好吧，巧言令色。哎呀，最近我看金同学老连那些三国的，我以为你不跟我们西游人物玩了呢。你少来，我正要说呢。你可知我为了我们西游背地里做了多少东西呀、啊？你都做什么了？你且看着嘛。我来看。很快我就要带着你，驰骋四啊，不行，不能说，保持神秘感。嗯，那我是不是端着点？我还得。是的。好。我装的跟个人似的哈，嗯，是。如果说你这一把输了，还想看你跳舞？好，什么舞都行，只要女菩萨喜欢看的，我都来跳。嗯，好，我就跟你学，就是你跳一个舞，我能学会的，好吧？行，那如果你输了，我就教你一个舞蹈吧。好。能处，能处，好，嗯，能处，我就跳几个动作，你来学一下就行，好不？好，嗯，好，好好，谢谢寡姐的浪漫泳池、哎。最近呢，我还搞了一个通关稳蝶，我这通关稳蝶老厉害了。通关稳蝶，嗯，就是赢一把，索取一个印章，就稳一下，哎，哦，厉害了，嗯，那会抬走吧？难怪呢，每次我在 PK 列表都找不着你，就这战绩。哎，不要误会，不要误会。哼，重连一把。这马上就变了，感觉马上就变了。金小同学，好好好，你竟然好，金小同学。要野性消费了。开始了吗？开始了。好的好的。嗯。哎呦，这个和尚不正经啊。喝水的样子好做作。哎呦，他是妖僧啊。嗯。喝、了好呀，坑坑的上滑子。对的、一会儿寡姐会手抖的。哎呀，谢谢我们寡人友集送来的恋恋盛夏，谢谢。我们今天是可以肆意开玩笑的，但是我们不能害了师傅。师傅他就这一个号，他要是没了，他会打死我。哎，你为啥不用大号开啊？大号今天没做发型啊。哦。哎，我那个大号必须得做发型，必须得很用力。哦。他才会有流量。哦，这个是比较随意就可以了哈。哎、明白。
嗯，那我要闭麦了，我要再不闭麦，你估计把我血条给我弄没了都。哦，好，可以，加油啊！我得发发功啊、哦！你等我发发功、嗯，好好好，我发功去。好好好，我看你怎么发。好，师傅，我们怎么打？该怎么打就怎么打，人家给咱们干没了血条了，不好整啊，家人们。哎呀！发什么功？我念个紧箍咒。谢谢心静无忧的支持，感谢感谢感谢。哎呀，兄弟姐妹们呐，兄弟姐妹们，哥哥姐姐们，咱们这一把，咱们看看能不能，怎么能不能，还是那句话，齐心协力，齐心协力啊！上一把咱们得力于谁呢？阿 Q、库里南大哥、上山若水妹妹。还有冯哥、心静无忧、唐雨机电，得力于所有的哥哥姐姐们的支持。太狠了，太狠了，太狠了！哎呀，兄弟们！好可怜的大师，哎呦我老天爷，我的老天爷，家人们，谢谢我哥，哎呀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神秘人大哥，我的老天爷，这一下洋气了，兄弟姐妹们，气势蹭一家伙上来了，家人们，有希望有希望。谢谢陈哥，感谢陈哥的支持，谢谢。通关稳碟，通关稳碟，一碟在手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看看嘉年华，咱们让这些陛下们发功吧，保我这一把能够旗开得胜，所有的陛下们。谢谢大哥大姐们的助力，谢谢咱们物的支持，通关稳捷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心静无忧，感谢心静无忧的支持，谢谢。哎呀哎呀，谢谢阿 Q， 谢谢阿 Q 的支持，感谢阿 Q， 兄弟们，机会已经来到，机会已经来到，能帮衬多少是多少，谢谢咱们半颗烟，努力就好，努力就好，谢谢咱们阿 Q， 谢谢 Q 哥。改成通关稳捷，我把这个字儿看看怎么改一下。谢谢我哥的大泡泡，感谢我哥的泡泡，谢谢我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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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的泡泡，我的老天爷，泡泡又来了，泡泡，兄弟们，保佑咱们吧，哥哥姐姐们。谢谢家人们，好力给。That's how we do it, yeah. 太给画面了，谢谢谢谢宝掌哥，感谢哥的助力，谢谢哥，谢谢哥，感谢哥，谢谢咱们阿 Q 哥，谢谢心静无忧陈哥，半颗烟长哥，还有国强大哥，还有雾，还有咱们上榜的所有的大哥大姐们，兄弟姐妹们，老规矩，咱们打上威武霸气，感谢宝掌哥，谢谢阿 Q 哥，
谢谢咱们的库里南大哥，请受小僧一拜。原谅人家的造作，金同学，挺好的，我就喜欢你的造作，你要不造作保长哥都不喜欢了。嗯，是的，没想到宝印又我又吞了一口鼻涕，泡汤了、但是我感觉陛下最近身体有点感冒啊，怎么哎呀，用不用小僧为您把把脉？来，不如你直接望闻问切一下吧。陛下有喜呀。喜从何来？最近要发财呀。确实是。陛下真会说话。东方主财，陛下身在是否在东方位置？我在东方卫视底下直播。哦，那必须要发大财了。OK， 开始吧。好，来个什么呢？来一个。你想看我一个阳刚一点的节目，还是看一个柔情似水的节目？先介绍一下我的业务啊。好，柔情似水，不男不女，不是，就是啊，二椅子不是。嗯，浪了不羁，骚，不是，就是阳刚之气，还有这个柔情似水，选择哪一个？我想要看你跳一个柔情似火的 ，Yeah， 小坏蛋，大坏蛋，哎呀，你干嘛呀？你还宽衣解带呀？我的天哪！不是，我不得换换衣服。哎呀，使不得呀，圣僧使不得。我不得换换衣服吗？给陛下表演节目，你不得上全套的吗？哦。热情似火嘛，是不是？给他们表演的时候就可以不换衣服，但是给陛下表演，那必须得上全套的。太能整了呀。哎，那你看看，就是主要是看眼神啊，舞蹈怎么样，就是瞎跳。好，就是主要是你的眼神。好， OK， 我学一下。就是什么类型的陛下要哦，热情柔情似火。我们就是火。停下来，我就是爱唱歌，呼吸打着节拍，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。师傅整活一直都很厉害的，三姐。快乐，做什么都认真。
好享受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你这是唐朝 Michael？ 哎呀，刚才这一段表演真是小刀小刀拉屁屁，开了眼了。哦，你看，还有如此之评价，哎呀，好，真的是很开了眼了，我的天！哎呀，这确实是应客户的要求嘛，是不是？你太会了。应客户的要求，你就是货，就是货。教我，他教不会我，我这个学费交了也是白交。哎呀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Michael 唐，刚刚我后面那个够不够火？太火了，你不火，天理难容。哎呀。的火别烧屁股就行，火烧屁股就不好了。是是是，对。你现在是不是都播得很早啊？我每天8:30，然后下午是3点，每天两个时间段。嗯。每天播几个小时？6个小时。OK。啊，就是常玩啊！你每天都是跟谁在玩啊？人我找不着你。嗯，基本上都是舞蹈主播为主。舞蹈主播啊。对，那他们可以就是。就那种哦，跟你互相切磋，对，一起表演节目。你看我这道具啊，古装的特别多，一溜、嗯。他们是什么类型的古装，我就配什么类型的古装。哦，啊，明白。就是那我下次争取能跟你一起合跳。对，以后有这个三国的，咱们也可以去闯一闯，带我。可以啊，带我去闯。本来昨天我推荐你的。哦。不知道他们没有来找你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就是三国遇上汽油四大名著，看谁能弄过谁。是啊，是，那是必须非常精彩啊。对，就是三国大战汽油呗，汽油大战三国。嗯嗯，好 ，OK 的，好好好，行，太好了，我们下次玩。谢谢大家的关注啊，感谢对面的家人们的关注，咱也给咱们金同学都点点关注，都是好朋友。哎呀，多社会呀、啊！来，咱们喜欢家辉的给金同学点点关注啊。哎，好。喜欢金同学的给、哎、喜欢金嗯，反正挺绕嘴的。嗯嗯、我撤了啊！好，拜拜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再见啊！哎呀，这你说你说这小表演，切切着咔嚓的，家人们，这太洋气了！哎呀。哎呀，这个哦，好，大伙儿是吧？咱就接下来就等那个大伙儿吧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师傅眼袋越来越大了，我笑的事儿，这样一笑眼袋就有了，不笑还好，一笑就有。你看，保长哥还在不？把金欢给盖了。没事，今天晋欢是咱们的，我就有这个信心，家人们，就有这个信心。五妹怎么又来了呢？但是她在打屁。妹妹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不是刚分手吗？但是我又人家又想你了，我又来了。不是妹妹，你是不是过来传？人家又想你了，人家又来了。您是不是过来给我传那个大红嘴唇子的？嗯。妹妹不行啊，妹妹，我现在有事儿啊。你有啥事儿？我能弄个四人局啊，你能不能参与一下？好 ，OK， 可以。啊，看你那个脸是怎么回事？你的脸。刚被我们家大哥亲的，哎呀，你别说了，你知道吗？行了，妹妹，唱一首歌，他们左边一下，右边一下的。妹妹，要不要我给你在中间补一个呀？啊，中间补一个。有没有我给你补一个在中间？啊，中间就不补了。啊，不补了。啊，好，不补了，算了。啊，欢迎大家，中间不是红的吗？中间也被他们亲了。他
他们是他们啊，我是我呀、啊，是吧？哎，我，你亲的，妹妹，我去你亲的没那个感觉，我就喜欢我们家大哥亲。操你这个造作的样子，你没药可救了你，你就这样这个堕落下去吧你。我走了，我去煮四人局啊，看看把你拉上来，好不？好，你就继续堕落吧，堕落去吧。对面何人？怎么一日不见，眼神还不好了呢？什么时候瞎的？近日见的帅哥有点多，突然看见个丑的，有点不适应。哎呦我的妈！说这种昧良心的话，你心难道不会疼吗？这位长老有何贵干？昨天为何没有找我？难道是本宫在车上不配与你连麦？是。我一看你对这个业务不太不是不太熟悉，就是在车里，我怕你把我捞在车里，咱俩再开出去再溜圈，再震着。害怕。出家人不打诳语，摸摸你的左边，问你自己是不是喜欢我呀？好，说话哑巴喽。什么哑巴了？我找你是有事儿的。干哈说？天磨磨唧唧像个娘们儿。盖章干啥？哎呀，盖章！噗！你还给我呸！天天盖章，天天盖章。我跟你说，你那本盖满了，你都别想让我盖。兄弟姐妹们，倾咱们2000人之力，咱们一起弄他。哦，古人说人多力量大，可是这兵马将士多了也未必是件好事儿，粮草充足才是王道，你说吓不吓人？不吓人，本宫不在意。身为正宫，若是这备点小差事给吓到了，那本宫也颇为掉价了。哼好，口出狂言者必须拿他。不知好歹者虽远必诛。到底谁诛谁，你等着。本宫刚刚开播，没有什么条件，但是揍你从来没有怕过。对面过来俩大哥，赶紧的。这天哪，咱家没啥人的，对面绑一绑二关。谁？我讨厌。家人们，他说他没有。我库里拿，你给我过来。他说他没有条件，兄弟们，你们信吗？他刚刚跟人家连半天，跟那个带胡子那个老头。那还是帅哥，老天爷！哎呦我的妈！你能不拿不老拿小号蹲我？欢迎我酷酷。跟一个老头聊半天有意思吗？你管人家老头不老头的，虽然垂垂老矣，但颇有风范，可不及你呀、啊。哼、哦，三国玄德官人，家人们，三国那帮子跟咱们终有一战。同是这四大名著，师父可是吃醋啊。哼，就是说你一连这个三国那帮子，我们这个西游这伙子们就有点心里不得劲儿，就我说嘛，这镇江的味儿都飘到我宁波来了、来吧，四人还是俩人，你说了算，随你说过赢过从来没怕过。对面再过来俩大哥，赶紧的。哥就这样你就被他叫走了。哥欢迎官人。用不用找两个鉴定人？就哎呀，鉴定人，你那个嘴瓢了，拿熨斗着熨熨。鉴定人，无所谓，随你。找两个鉴定人，组团。好啊。不找两个鉴定人的话不好玩，家人们必须找两个鉴定人。
主持人小云在不在？小云给他们。关于我们家小气球，兄弟们，这局不好打，咱家可能没有大哥。欢迎我们家小刀刀，咱俩所以需要大家众筹助力了。咱俩欢迎我们家刀尖，拉小云好吗？随你啊。不是，让小云给咱们见证一下。嗯，小云见证，你盖不了章。口出口，那不叫见证，那叫见笑。欢迎你，欢姐。打榜一百，可以。别跟他扯犊子，你咋不打榜一千呢？气坏了，还整那么有用的。你连我行吗？可以啊。嗯。连线还是 PK？ 连线。好，去去就来。这么嚣张，我来，兄弟姐妹们，这一局，这一局难了，这一局，马上拉你，马上拉你。我们家大哥等不及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马上拉你啊！咋这一会儿这么多连咱们的呢？哎呀，这金花又找不着了，家人们，聊的时间太久了，上来就 PK 嘛，咱们主要是以聊天做节目为主，小小，咱们不能上来就 PK 啊，咱又不是 PK 主播，咱们不能闹笑话嘛，咱们的娱乐嘛，家人们，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这个小小，咱不得闹笑话吗？咱们开心吗？怎么的？好吗？自然是。干啥？我连线连你，你咋不接呢？没有看到啊。你一直都在拒绝，一直在拒绝，秒拒。我去，完了，我这个版本估计有问题了。咋又出毛病了呢？又出毛病了，不行。那咋办？不行。咱俩单扣呗。不，我现在重新拽上来一个人，拽上来以后就是连线模式了吗？不是，再找小云就行了呗，是吧？这样就行了吧？嗯，然后我买一包狗忘了。我在这里。这个见过。你能不能正常点？金花，我来了。嗯。都是个傻。还有比你更造作的呢，静芬。哎呀，这是个傻了呀。